欢喜气氛。时间已经广播传播，人就问，嘿，思念就刚比一条船，有法度走多远？这个时代是到底要走多远？伤害，你去买送啥？彼个若是对这个厝有心，上好嘛写一个批转来。至少面像安尼，过了几日拢无消无息的，搁乎你这个做卡送的，搬山过岭去找伊。哎，伊讲伊即马含人咧做生意啊，买人消费嘛真正常啊。安尼也袂放心，无你喊阮来。上海路这么远，道上也是惊你受忝啦。我哪会当看到阮迄个天边海角，我就敢去啦。阿哪达，你明明和我同款遐思念迄个，谁让你要这固执？咱讲爸仔囝也无见面冤仇，你敢讲这世人你都无爱看这个后生？但是面子较重要，还是家己后生较重要？傻姑啦，今麦迄个确实的住址你也唔知影。就算讲你去遐上海，你是要安怎找啦？而且即马局势嘛足无稳定的，中国甲日本哦，常常咧起冲突啦，上海嘛无稳定，你去哦，我无放心啦。我来当看到阮后生哦，不管咱哪乱，我都唔惊啦。我讲不准去就不准去啦。你拄入去讲洗手，内底加拢较基本的，来，洗块坐较深。啊，毋讲对你一定帮助，有啥物嘛，你当问我。阿兄，我若是考调啊，就要去台南啊。到时阵是要安怎问你啊？放心啦，我有闲就去找你啊。真是啊。多谢阿婆，哈鲁啊，阿婆看到你回来是足欢喜，足欢喜的呢。吼，你即马开始吼，我阁会当加一个人开讲啊啦。哎，真正欢喜啊！来来，哎，即阵啊吼，阿神师娘啊，
定拢坐伫个遐哦，啊面拢向外口，啊目睭安尼金金上金金上，啊拢看吼，安尼看到戆神戆神嘞。我有想讲哦，要甲伊讲两句啊话吼，啊都嘛唔知影讲要为倒位讲起啦。伊真正吼是足思念迄块的啦，啊是讲啊人先生讲了嘛无唔对啊，啊即马这个时机哦，遐尼乱着，伊若去上海哦，嘛是真危险嘛。阿婆，啊，啊那，啊那，其实最后迄天我有看到一个人，伊就上遐的，呀，真实的啊，嗯，真正就上的，啊，啊你敢有甲先生、甲先生娘讲？我有甲道上讲过啊，啊，不过讲到尾啊，阮两个拢感觉可能是我看唔到去啊。是讲讲嘛有影啦，啊若真正是迄个转来，啊伊哪毋来啊？啊毋转来厝的，啊伫外口安尼拍拍照、落落踅，要创啥？啊，一定是你吼看唔到去，绝对你看唔到去的啦。哦，啊对对对，阿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啊这项代志吼，千万哦都唔通让先生娘知影咧哈，若互伊知哦。一定烦恼到困袂去啦，凡事明仔载哦，总会着要出去找人啊。好啦，你放心，我袂讲。好好，哎，阿姨，个这个囡仔哦，真正是太烦出烦恼的啦，啊，唔转来厝的啦，啊，连一张被嘛无啥转来，啊，他现在嘛伫上海哦，还是咧创啥物事啊啦哈？哎呦，真正实在。阿泰，你爸三更半暝我拄着，我也无做歹代志啊，惊啥？下，下给我。是啦，我即下转来哦，就是要传给咱爸门渔民，去对抗日本人控制伊阿祖啊。你讲到迄伊阿祖哦，我有几巴都火啊！你唔知影迄李处长靠上哦，有够阿爸的，就是有日本人咧互伊靠。阿太啊，你来甲我斗相共，咱斗阵做伙替爸门渔民争取权益。争取。啊！你搁要舞者哦？你唔惊搁拄着危险哦？我未搁后边来啊！你看，我叫说你呢。你讲你这叫说你哦？你变个烟斗尔啊！啊，你唔惊讲先生啊先生娘搁阿妹互你拖累着？哦，讲到阿妹。伊位刚是做水啊呢，我知，伊厝后我有去。我甲你讲哦，我转来代志，莫互别人知影，特别是厝内底人，因会少烦恼的。我讲正经哦，你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万不要阿妹甲我问我要安怎？是莫互因知影啦，这个代志足重要的，就算我拜托你好无？好啦。啊！你讲爱我斗三工是要做啥物？
底坐。就就等。拜谢。啊，你脚安怎？脚好无？哦，好足多，我即几工拢四界爬爬走咧。你酒较莫啉的啦。啊我。我头下去汉药店吼，甲你拍两颗骨脆补啦。啊，你啉较大鼎，逐日啉，准地啉，这会补骨头。哎呦，这哪好意思啦？唔通啦，唔通啦，唔通唔通。哎呦，袂啦，袂啦，你退去啦。哦，落来呢。啊，三杯去倒地。其实，我是有一项代志，想要麻烦你斗相共啦。哦，啥物代志拢无问题，做你讲，做你吩咐吼。我想要麻烦你开船载我去唐山。哈？我想要来上海找许可，我想讲你都有材料载伊去上海啊，你嘛一定有材料载我去上海找伊。先生娘啊，唔是我不爱甲你斗相共啦。啊！这咱办门证嘛吼，这船只拢管制较足严的，若无得到应准吼，哎，好心蠓啊，一只都飞袂出去，啊，要载人出去，迄更加较困难。无其他的办法。无，哎，迄一撮船出去了，哎，两三天呢，你敢扛得起？啊，这代志你敢有甲先生要参详一下？就是伊唔好去，我们才来拜托你。讲到这，我得离。迄口安尼走啊，较久啊！伊安尼不闻不闻，敢那心肝头拢无这个后生。无啦，先生娘，你可能误会啊啦。先生吼，这两年来吼，不时嘛来找我，拜托我去探听迄口的消息。啊，迄天伊来甲我听这结帮的时阵哦，搁咧甲我问呢。哎呦，伊看伊安尼吼，油头革面哦，啊，感觉我要死哦。我即个转来，是想讲我伫日本有看到一块鱼做海油店，想要介绍给恁大家，安尼大家做伙才会当进步。哦，阿秀，你别烦恼啦，你有啥问题哦，做你问，南美医生啊，会好好向你解释啦。哦，南美医生，啊，阮只是小渔民，毋是你想的迄种大船队啦。那是你要熟悉大船队吼，我会当帮你介绍去渔业组下遐。大家拢知影啦，即马百门庄的渔业组下拢是靠谁来控制？讲较好听是为民服务，较歹听咧，是咧帮日本人压迫咱大家。阮的基层渔民的做法。是团结大家的力量，用渔业做海改造去争取权利。改造？对，就是找你这款小船队，派代表大家做伙去选，选一个真正会当为民服务的理事长。哦。对啊，秀，南面上果然摸唔着呢。参像靠山迄种人哦，就莫让伊做理事长啦，伊都袂好袂来啊。南美基桑，我是做认同你的想法啦。哎，不过过去我拢无介入去遐做遐个代志，我第一届当做理事，嘛是因为我阿爸关系，靠山才互阮做。即马厝内底就剩我甲阿母两个人。啊！你讲要出头，实在足困难的啦。我甲你讲啊，你那……哎呀，大姐，哎呀！啊，什么大姐？有个冤枉难算啊！啊，你来做来这无先送去先管呐？林医生，拄出外景无地方怎啊来啊？哦，我想讲，你先先借一下车，是向所再去台南无？台南，伤远啊，安尼袂赴啦。我较早嘛是信，我来，走去。
大家放心，伊足厉害。医生管，安尼扛出这么干念。哦，我这边来去传。进去。我在家，我先开。你要去啥？进前你甲我讲要找大家创想的代志，我会好好考虑。好，安尼我另讲搁再来交流。算计啊。我行一趟小水尾，予你洗脚手，好无？你先换一身衫，歇睏一下，我来准备。你今仔是做无闲个啥？在看景，我回来的时阵吼，拄着一个神父打坐完，连叫拢无来。听讲生的时阵吼是阑珊嘛，啊好佳哉哦，有一个好手的赤脚来斗相共，帮伊接生，我看是处理了袂歹。若无吼，这我惊可能危险。好手的赤脚。咱北门庄，咱毋捌听过什么赤脚这个。我毋捌听过，可能是这阵仔你外地来的人。阿弟，你今仔帮我注意点起来。我哪有过工去见啊？泡一锅茶啊，在厝里坐咧看册啊。啊，不过毋是安怎，坐到下晡，我感觉心中扑扑菜。都无啥物代志啦，可能是较无眠。明仔我开一个安心药来给你吃，应该就无啥物代志。
会好好啊做你的家后，甲厝内面过好好。七卡。嘴吼，拢甲你接成诶。等你若转去厝诶，你就应该看到啊啦。厝内事够唔够用？有啦，有够啦。阿雄吼，有摕一寡钱来给我。真正为着你诶代志，我搁带人去甲乱呢。即摆想想，我够歹势。好啦，等我出去，咱做伙来去店家买一下食的。哦。小雄啊，这边吼，好甲早阿太无甲咱斗相共呢。阿太，伊讲我懒散啊，甲早又带一个赤脚仔啊来替我接生啊。哦，伊讲哦。那囡仔就要保袂住，我嘛差一点仔就无命呢。家仔有伊啊，伊真正是咱家的大恩人呐。伊救我的无，我竟然搁甲警察讲是伊带头走私的。啊，我说唔对。就是我，我就是没去准点拖地头。阿太，阿太，阿太，你要讲什么？做事的代志解决了。这个啊！啊，找到赵丽珊了。不是啦，是阿勇哦，把所有的事情哦，拢甲警察讲啊，伊证明你是清白，甲做事完全无关系。哦，跟我无关系，跟我无关系。会当好好睏啊！这个代志伊无解决吼，我是感觉心内无爽快。好佳哉，我难免去上街斗三工啦。伊甲阿雄说接生，阿雄说吼，才会去甲阿雄讲。讲起来吼，难免去上嘛算是你的贵人，你还好佳说多谢哦。嗯。啊，难免去上顶摆讲的代志，我会先去找我阿母讲看麦的。啊，你若是有闲吼。麻烦你，请伊方便的时阵来阮家走一撮，大家畅想一下。好啊，我硬讲。免遮赶紧啦，临到去嘛会使。哦，无啦，我想讲先去找阿梅，甲伊讲一件好消息。我惊伊想烦恼啊，我随转来啊。
安那，你笑到安尼，有啥物代志啊？你约我看麦。我约看麦。嗯。我知影，一定是你早做代志解决啦。哦，哦，你亲自拍着大台空嘞，哦，准准准。我当然嘛准啊，你笑到安尼哦，一定是这件代志啦。那呢，我请你吃物件，请吃吃。我请才对。哎，阿兰姐吃安鱼好不？好啊，行。嗯，好干。嗯，阿明在唔食？无啦，我咧想阿兴爽的代志啊。伊即届差一点仔就难产，我发现咱庄内人很有心，要做检查都唔知影呢。我若是有闲哦，爱去甲因做卫生宣导。啊，你敢有甲先生讲你这想法？伊知影啊，伊嘛真支持我呢。而且会当甲这两年学的拢贡献出来，才袂无使我哩教小叔这尔认真。我嘛支持。嗯。这届哦，迄个恰卡神啊，虽然有救到阿雄叔，啊，不过这真正是好运啦。像这款无牌病医哦，四界甲人看脉。这早晚会出代志。安娜，伯伯啊，我发想讲吼，反正迄恰卡神啊是一个有牌医生，啊医术嘛足好，应该袂出代志啦。啊，若是安尼，为啥物伊唔去开医生馆，要去做恰卡神啊？可能有伊的苦衷，无想要让人知影伊是啥。有苦衷？无啦，我袂讲的啦。对，你讲的对，迄早晚会出代志。食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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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啊！好个。情况较无人啊，所以我想讲趁有闲，我要去做卫生宣导。你无讲我啥拢无注意，即阵仔有影看病的人较少。开医生馆无生意，啊就代表讲无人看病，这嘛算好事啦。是啦，啊不过我即摆上惊的是大家看病唔来医生馆，都去找恰卡神啊。所以我赶紧教育大家，安尼伊才袂让人骗。爱记较早回来，无到时哦。你卡上过来还的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多少？我先来去哦。好，卡细你。嗯。Thank you.
愿长春梅，孤单甲枝随风吹。这上当当有介绍的，拢是大家平常时较会去胃着的病啦。啊，佮有一寡吼卫生爱注意的所在，即寡代志哦，若是拢做会到，咱就较袂发病啊。我安尼哦。嘿，姑娘啊，啊，你是毋是佮咧胡手的斗阵的呀？啊，伊今日若无来，啊，我胃吼安尼拄拄无啥爽快呢，想要请伊甲我看一下啊。啊，毋过我毋捌啥物胡手的呢。啊，你毋是佮胡手的斗阵的哦？毋是啊。哎，啊，歹势。请问你头拄仔讲的迄个福州的是啥物人啊？啊，就一个老手手的医生啊！啊，最近吼、哦，常常来庄下替我看病呢。哦，啊，技术搁多啊牛的。对啊，哇、哦，迄福州的哦，那新鲜同款的呢。庄下来哦，外食拢是看好的，而且搁免钱。免钱？那安尼，伊敢有卫生牌？若是无医生牌，就是瞎甲神啊！甲人看病是无合法的呢。哎呦，管他伊啊！啊，只要会当甲病看好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毋过，看老爹，哎，哦，歹势，因这娘赶紧，是要看啥物老爹啊？啊，哎呀，莫有心啦！啊，请一个师公啊吼，来厝内做好安胎啦。好，行，紧来看老爹。最无卫生，袂当饮啦。哎，你袂使饮啦！这是地内小查某，竟然敢得罪神明。我是一个看护妇，你帮忙这医生管来的。各位，你的身体若是有啥物问题，定去看医生，医生会甲你治疗。而且有我水，无路用，而且佫会伤身体。你大家啊，莫听这查某后壁讲，西医拢会害人的。阿姨啊！赶紧把这药挂走！新年哦，这摆拢无啥欢喜，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囡仔哦。你紧走啦！新年唔通得罪，莫搞小孩啊！请相信我啦！走啦！走啦！你该睡。紧走啦！走啦！走啦！走！紧走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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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阿杜，阮囝食你啥物鬼仙丹，结果吐甲冰白。家财有好手的，啊，若无哦，伊这条命就无去啊！大家听我讲，这假骨骨的骗子，我今仔一定好好甲教死者，快走！喂，别生啦！莫给我看到！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帮恁捡啦。歹势歹势，拄只哦，甲你误会啊啦。啥物啦？袂要紧啦。
你也是赶紧哦，带你某去看医生较重要。对。哦，真多谢你呢。海生，我借问一下哦，你头拄仔讲的迄个福州的，伊即摆人伫倒位？已经走了呢。那安尼，伊敢有讲啥物时阵阁会转来？我知，迄个福州的吼，伊差不多三天拢会来安怎啊来？你若要找伊吼，无你阁过三天来试看卖啊。好，那安尼我三天后才阁来。啊，对啊，啊，这下单哦，恁大家先摕去看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是有啥物问题，我会当甲恁解释。好好，多谢多谢，来。大家讲的好手的，敢讲就是顶摆救阿杨嫂的迄个赤脚神啊？拄啊，那伫阿姨因家。姑娘啊，但你有一个查甫的吼，叫我从这交予你嘞。是我一个啊，多谢。头家，你讲是一个查甫的，伊是啥物人啊？我嘛唔捌伊嘞，是一个好手的。伊刚拄啊走？嘿，伊向伊方向行过。多谢。来来来来。给恁陪保好诶。愿中村梅，孤单甲寄随风吹。给恁陪保好诶。看侪看伤久啊啦，这年岁大，血路循环咯，较歹啦。你先坐啦。嗯。多少？我看哦，你也是去台南病院做检查啦。找陈先生给你看脉啊。哎呦，我也无看病啦，我是要看啥？我逐天点一只鼻的药啊，味，但搁鼻无够药啦。杜尚，你家己是医生呢，搁会行去病院哦？杜尚，着去检查一下，嘛袂讲介久啊。啊，若无，我陪你去啊，好无？免啦，明天吼，我家己找时间也去，顺路看一下物件咧，哦。对嘞，嗯，
你今仔的四界宣导敢有顺利？啊，宣传单是拢发了啊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大家敢那也是无想要听我讲。啊，不过袂要紧，我会过去，总有一天吼，大家会听我讲。嗯，只要你有心意哦，我相信哦，大家慢慢拢会接受的啦。嗯。啊，对啊，杜尚，你甲我讲吼，最近有一个赤脚神啊，叫胡秋的。即马哦，四界甲人看病呢。胡秋的。嗯。敢是顶边放阿雄因母接生伊嘞？而且伊甲人看病无收钱呢。这就是我想无的所在。敢讲伊想要做好代志？不管哦，伊有啥目的，你爱甲遐村民讲，只要伊有破病哦。一定要找有医生牌的正港的先生，安尼才会妥妥。嗯，我知影。我乃感觉你明显明显的，我较早是捌看过你哈。无啦，阿嫂。看唔到人啊！我头一过来放门诊啊！吼，对啊，头家娘，啊，南明医生啊，拄为日本转来，你哪有可能看过伊啦？吼，嘛对啦，啊啊，饮茶啦，饮茶客气啊。阿母，南明医生吼人真好啦，顶摆吼就是伊替阿雄嫂接生的。迄件代志吼，真正感谢南美吉桑，多谢你吼。只是讲，啊，你遮尔啊少年，艺术阁遮尔啊高，哪会袂过去就去做医生就好啊？啊，要来母仔事业做下个代志哈。阿嫂，做医生一届干来当救一个人，我想要帮助是搁较侪啦。一个人好毋是好？若是这个社会好啊，咱拢有当过好日子，你讲是？是讲哪物去送？这企业组合内面吼，啥物代志拢是迄个理事长靠上伊在做决定的啦。啊，莫讲吼，我讲话少啊，无在条讲啥物话，就连其他迄个理事吼，嘛拢听伊的呢。所以，阮恐今无就甲你斗相共啊。无啦，母。其实大家吼私底下拢对靠上真不满啦，只是无讲了尔。啊，趁这摆机会吼，让南面吉祥带大家出来哦，甲靠上摊盘，以后咱就袂让伊食狗狗啦。阿嫂，这代志无要紧啦，慢慢来。来，我这搁有一款宣传单，伊摕去予伊较详细滴看，因有兴趣。搁再来参详啦。好啦。好，那呢，我先走。哦，我先上去等你。孙坚，就麻烦你啊。你甲我斗相共，爱去啊！有啥事要找我，就去土地公呢。我知啦，就甲被囥在香炉边仔的砖仔架下骹，你会去摕嘛？啊，是安怎麻烦啊？你就甲我讲你住在倒位，我直接去找你就好啊。袂呢啊，我知影你哦，一定会甲哈如讲。潘先生，啊，你今麦阁无要转去啊？一家伙啊，总是爱团圆啊。而且叫我收秘密，比跌算无较困难呢。我惊我会挡袂牢啦。袂用的啦，
你唔通讲出去啊！我无安尼啊！你给我一个期限，啊，我若无注意讲出去，你袂用怪我。好啦，等我这鱼业做好的代志完成了后，你就会当甲哈鲁讲。我是讲哈鲁哦。好啦，好，我先走。手的，伊是安那要偷偷甲我斗相共啊？伊到底是啥人？真正是阮乔妹仔来大阮面啦！你有找别人来啊？是啊，而且是你识识哦。阮走中的码头，总无一条相共，等待你的消息，等一世人。阮中村梅，孤单甲凄美，寂寞花蕊。在旁边，你对阮的心意，敢讲是走起味？咱的故事到底行去佗位？阮中村梅，孤单甲凄美，风吹微微，缘分无了时，梦中鸳鸯落水，梦是花谢落去。爱恨一时，暂时。